訪問關我咩事？你放過我啦！你訪問關我咩事啫？你唔想知道嗱，係咪係咪我做咩？你做咩先？嗰頭係咪我做咩？你做乜嘢？打共同信號喎。OK 得。啊涼啦涼啦，因為涼啦涼啦想涼，涼啦燒開啦，嚟嚟嚟。望住邊度？D-Lux 的讀者大家好，我是姜濤，我現在要挑戰這個一心二用的快問快答。開始。 Mira 的出道歌是 Mira 的出道歌是一秒間。愛情簽證申請的作曲作詞是愛情簽證申請的作曲作詞是你不知道這個問題啊？不是，我怕觀眾聽不到嘛。愛情簽證的作曲作詞是作曲就是這個台灣的哇，作曲有三個人，不記得做什麼三個版面形容自己、作曲作詞都未說，作詞是陳永謙老師加、我這樣是啦，監製就是 Edward 老師的這樣的，我們 View TV 的經理人是花姐。你用三個關鍵字形容自己？三個關鍵字去形容自己啊！三個關鍵詞形容自己啊！一二三，好。高高。唱歌定係演戲？唱歌定係演戲？唱歌。跳舞定打籃球？跳舞定打籃球？打籃球。中意女仔肉肉。啊，唔係，跳舞定打籃球？跳舞，跳舞，跳舞。中意女仔肉肉的定係受傷？肉肉的，肉肉的。唱歌好好聽，但跳舞白痴，定係五音不全，但跳舞好好睇。咩啊？等陣講多次。唱歌好好聽，但跳舞白痴，定係五音不全，但跳舞好好睇。五音不全。第一個。中意蠢蠢的嘅女仔定聰明嘅女仔？蠢蠢的嘅女仔。中意情似火定係冷若冰霜？哇，咁極端啊！熱情似火。中意購物狂定係？購物狂。一見鍾情定日久生情？日久生情。短頭髮定長頭髮？短頭啊，長頭髮。識煮飯定識針子？針子係咩？即係識針子。哦，即煮飯。識運動型定文青？文青。睇日出定睇日落？睇日落，我起唔到身。可以發現另一半出軌會扮傻定直接問？直接問。遇到心儀的對象會有咩行動？追佢。你數下幾多粒？你要有幾多粒？你數下。做咩啫？你講咗先，你講咗先。廿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21粒，自己數。咁你有21秒嚟宣傳。好，我嘅新歌就叫《愛情簽證申請》，就係講係一個比較 R&B 嘅 pop song， 咁就入面有好多關於我喺愛情角度嘅一啲嘢，咁大家記得去睇 MV 啦。我試下可以抽下嘅。好，由於我呢個遊戲勝利咗，所以就係咁要抽下個懲罰，睇下係啲乜嘢。自己做埋個啫。哦，好彩嘅小腿。我贏咗。咁我哋唔係，但我21粒啊嘛，扣除一粒都係廿粒。兩粒啊！廿粒。原來佢有咁，你要兩粒。邊有啊？冇啊！睇翻片。我諗我係咁啊！你小朋友嘅偶像嚟㗎。我成日都出貓㗎啦，睇 payback。呢度唔係拍。睇 payback。睇皮皮，我真係擺咗一粒啫，睇下先。一五音不全。購物狂。一見鍾情定日
我因為我量咩，你都要量咩？花姐，花姐，出去量小腿啊！量小腿啊！啊量啦量啦，因為量啦量啦量啦，量啊小腿量，量量量。因為姜濤咧出貓啊佢，所以佢咧就自願俾我哋量佢嘅小腿。哎、觀眾朋友，大家你大家睇翻配比，我真係夾多咗一粒紅豆，但係都係你大人有大量好好啦，死啦！我真的有量，你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都冇。大家話你錯，你都覺得自己真的錯啦。好啦，我而家嚟啦，好緊張啊！你緊唔緊張？緊張，我第一次做呢啲嘢啊！我想知啊，姐姐温柔啲 ，OK。你的小腿有幾多寸呢？幾多寸是正常的？我都不知道。哦，好。你有16寸啊！好嘢！我哋而家就可以知道姜濤。大家想唔想？小腿。是你看一人他说我要罚五嚿。说什么、因为刚刚阿姜 B 就说如果我量什么花姐都要量什么东西。那现在花姐就在旁边望住我。为什么你访问关我的事你访问我。你访问关我的事你不想知道。来是不是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先姜濤。是不是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大家共同进去。OK, 得。你分析我做什么你做什么你想做咩啊？嗱，观众朋友们，量小腿啊！小腿会，快啲，快啲，嚟嚟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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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好烦啊！姜濤嚟，几多啊？嗱，跟住我做咩？你做咩？都系16啊！16啊！我咁肥都系16，你做偶像嘅系16。花姐你都是偶像嚟嘅，好反省一下啦。天生人好。我聽講，我同姜濤唔係好熟嘅。花姐你想做咩？佢又跟住做啊？冇啊冇。哇！公子已經追你。好嘢，等陣先。點啊？我點啊？唉，唔係啦，算啦。你想嚟我啊？冇冇冇冇冇冇。姐姐俾你啦。Chris， 佢怕醜。你唔拉人我。好啦，拜拜。好嘢，耶！得唔得啊？呢個驚喜。好嘅，大驚喜，唔得，多謝大家，好嘅。